你好，这里是 Chinese for Us Level 2二级汉语，我是丽丽老师。Please read along with the video when you see blue characters, and you can have full access to all of our lessons with the Chinese for Us Premium Membership. 口语练习，我们一共有两个练习，对话和短文。现在我们开始练习一，对话。第一遍，听录音并答问。洋洋和月月在打电话。问题一，月月为什么要请洋洋到家里来玩？二，洋洋找得到月月的新家吗？三，为什么月月说房子太小了不方便？喂，是洋洋吗？是我，是月月吧？听出你的声音了。没听错，我是月月。你下个周末有空吗？我马上就要搬家了，想请大家到我的新家来玩。是吗？我那天没事，有空。能跟你见面真叫人高兴。你现在住在哪儿？快把地址告诉我。我现在住在动物园旁边的云美小区。你是开车来还是怎么来？找得到吗？我坐地铁来。找得到，就在动物园站下。对，坐地铁方便。你在动物园站下了以后给我打电话，我下来接你。行，你怎么搬家了呢？以前那个小区好是好，可是房子有点小。你也知道，我丈夫爱请客，家里经常来客人。房子太小了，不方便。现在这套房子比以前那个大很多。是吗？太好了。我这儿有两瓶很不错的葡萄酒，我给你带去，让大家一起喝。洋洋，你真客气，谢谢你。我们下周见。下周见。问题一，月月为什么要请洋洋到家里来玩？我马上就要搬家了，想请大家到我的新家来玩。二，洋洋找得到月月的新家吗？我坐地铁来，找得到。就在动物园站下。三，为什么月月说房子太小了不方便？你也知道，我丈夫爱请客，家里经常来客人，房子太小了不方便。第二遍，听录音并跟读。喂，是洋洋吗？是我，是月月吧？听出你的声音了。没听错，我是月月。你下个周末有空吗？我马上就要搬家了，想请大家到我的新家来玩。是吗？我那天没事，有空。能跟你见面真叫人高兴。你现在住在哪儿？快把地址告诉我。
我现在住在动物园旁边的云美小区。你是开车来还是怎么来？找得到吗？我坐地铁来，找得到，就在动物园站下。对，坐地铁方便。你在动物园站下了以后给我打电话，我下来接你。行，你怎么搬家了呢？以前那个小区好是好，可是房子有点小。你也知道，我丈夫爱请客，家里经常来客人，房子太小了，不方便。现在这套房子比以前那个大很多。是吗？太好了。我这儿有两瓶很不错的葡萄酒，我给你带去，让大家一起喝。洋洋，你真客气，谢谢你，我们下周见。下周见。第三遍，听录音并跟读。喂，是洋洋吗？是我，是月月吧？听出你的声音了。没听错，我是月月。你下个周末有空吗？我马上就要搬家了，想请大家到我的新家来玩。是吗？我那天没事，有空。能跟你见面真叫人高兴。你现在住在哪儿？快把地址告诉我。我现在住在动物园旁边的云美小区。你是开车来还是怎么来？找得到吗？我坐地铁来，找得到，就在动物园站下。对，坐地铁方便。你在动物园站下了以后给我打电话，我下来接你。行，你怎么搬家了呢？以前那个小区好是好，可是房子有点小。你也知道，我丈夫爱请客，家里经常来客人，房子太小了，不方便。现在这套房子比以前那个大很多。是吗？太好了。我这儿有两瓶很不错的葡萄酒，我给你带去，
让大家一起喝。洋洋，你真客气，谢谢你，我们下周见。下周见。第四遍，听录音。喂，是洋洋吗？是我，是月月吧？听出你的声音了。没听错，我是月月。你下个周末有空吗？我马上就要搬家了。想请大家到我的新家来玩，是吗？我那天没事，有空。能跟你见面真叫人高兴。你现在住在哪儿？快把地址告诉我。我现在住在动物园旁边的云美小区。你是开车来还是怎么来？找得到吗？我坐地铁来，找得到，就在动物园站下。对，坐地铁方便。你在动物园站下了以后给我打电话，我下来接你。行，你怎么搬家了呢？以前那个小区好是好，可是房子有点小。你也知道，我丈夫爱请客，家里经常来客人，房子太小了不方便。现在这套房子比以前那个大很多。是吗？太好了，我这儿有两瓶很不错的葡萄酒，我给你带去，让大家一起喝。洋洋，你真客气，谢谢你，我们下周见。下周见。Good job! 你说的非常好。Please finish the practice task for this lesson. Keep reading the material in this video one time per day to improve fluency. And whenever you're ready, move on to the next lesson. Also, don't forget to sign up on our website to get more learning materials. And please like, subscribe, comment, and share. Thanks a lot,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再见。